灵性猫咪千钧一发伸爪神救援即将跌落楼梯的宝宝。事实证明，不仅狗狗能成为主人的守护天使，猫咪也是可以的。根据新闻网站 Asia One 的报道，10月31号凌晨5点左右，这只哥伦比亚猫咪成为了网络英雄，因为它成功保护了小主人免于受到伤害。这个在脸书上爆红的影片，可以看到宝宝在客厅爬行，而猫咪则在沙发上盯着宝宝。精力旺盛的好奇宝宝四处探索，爬向门边，而门的出口则直接通往陡峭的楼梯。宝宝即将爬出门口的那一瞬间，猫咪迅速冲了过去，扑向宝宝，将宝宝从楼梯边滚回门内。猫咪继续守护在门口，直到宝宝爬到了较安全的地方。一张照片显示，房间门口直接通往陡峭的楼梯。目前无法得知宝宝为何会在没有成人的照顾下独自待在房间。尽管这只猫咪即刻神救援了宝宝，但是千万不能放宝宝独自在房间探索啊，那样实在是太危险了。